剑吧。哇，讲安都唔对去，风里我一向人拢真正常啊，我嘛知影，有一个做皇帝媳妇，正拄好伫在欺负伊的兄嫂。快点啊！你安尼讲是唔对啦，我是你照顾好好，也是好好，敢欺负伊他？我看你啊，愈来愈无正常啊！我无正常。
志是愈来愈明显咯。风啊，伊他是生得好惨啊！就连和尚，也是阴谋中的阴谋之人。可是如今，我却是束手无策，我枉为人主。风，你对风儿讲，风儿就要为你报仇雪恨。我呀，大师尊，上您一婚嘞，嘿，你。